请大家前来叩首致敬，向创造我们的上主跪拜，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师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垂顾你的子民，你的恩宠即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求你时时保佑我们。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恭读约伯传。约伯说，人生在世不是服兵役吗？他的一生不是像冤工度日吗？奴宠奴隶切半阴凉，员工期待工资，这样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岁月，为我注定的苦痛惨烈。我躺下时说，几时才天亮呢？我起来时又说，黑夜何时才到呢？我整夜辗转反侧，直到天亮。我的日子过去比说更快，也因为没有指望而消耗。请你记住，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息，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幸福。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请赞颂上主，歌颂我们的天主是件美事，赞美颂扬他刚毅之志。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聚集了弥散的以色列。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亲自包扎他们的创伤。点点繁星由他制定，颗颗星辰是他命名。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上主自大至尊，威能无比，他的智慧无法估计。上主将谦虚的人扶起，将作恶的人贬义置地。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恭读圣保禄中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如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便可以得到报酬。如果我不甘愿，这责任还是委托给我了。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播福音时不求代价的去传，放弃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是我却甘愿成为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为信心软弱的人，我就像他们一样，为争取那软弱的人，对怎样的人，我就成为怎样的。为的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好能与众人共沾福音的恩惠。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阿门。路亚。阿门。路亚。你们要以顺服的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的道，这道能拯救你们的灵魂。阿门。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离开了哥法翁的会堂，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西满的岳母正发烧躺着，他们立刻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起来伺候他们。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人们把所有病人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全镇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西满和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找到了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于是他到加利勒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哥法翁呢，是耶稣传教经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伯多禄岳母的家。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他医治了伯多禄的岳母的发烧，他也驱逐了魔鬼，而且他治好了许多患各样病症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的入世超乎人们的想象，童贞女怀孕；他的离世超出人们的想象，升天了。那么整个的耶稣基督他的一生表明了天主的大能，表明了天主的能力。首先他医治病人，他并且有身体的医治，医治瘫子，治好病人，血漏病的病人，瞎眼的，聋哑的，麻风病人，凡是他的手触摸到的，他的话所吩咐的，这些病啊立马就好了。同时他也给心灵的释放，那就是驱逐魔鬼。他也给生活的祝福，就是伯多禄他们啊打鱼的时候就往船的右边撒网，撒下去之后呢，他们一网打了两船的鱼啊。而且他也保护生命，他三次让死人复活。所以纵观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四迹。什么叫四迹呢？这个迹是世界的迹。第一是人迹，就是在人类当中
它能够先奇境。第二呢，是在物境，这些事物啊，风浪啊，这些物界的，也听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三是在灵界，就是包括我们的看不到的魔鬼这些灵界的灵魂方面的，他也能够行使奇能，他驱逐魔鬼。还有一个是在世界，他料事如神呐、啊。他说：“我跟你们讲现在事，你们不明白，将来你们就会明白。”他预言将来以后耶路撒冷的毁灭，他料事如神。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人界、物界、灵界、世界这四个界限当中，界面层次当中，都有他的大能，都能够彰显他的权力，天主性的权力。所以耶稣的入世让人跌破眼镜，耶稣的离世让人跌破眼镜，耶稣留下的话语让人跌破眼镜，耶稣做出来的事让人跌破眼镜。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大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大有能力呀、啊，彰显奇迹，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复活死人，他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平息风浪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他的大能？我们看圣经上有一个患血漏病的人，这个人心里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就必好。他有一个只要就病，只要我一摸他的衣裳，我的病就必好。所以我们也要带着我们的信德，带着我们的需要，带着我们的行动去摸耶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单要相信，而且要有一个行动性的信德。所以天主呢，他已经给我们摆了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在他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我们赚得了天主的恩惠恩宠。但是呢，我们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些恩宠，能不能得到这些天主给我们的大能，就看一点，就看你信不信。就如同一个家主在家里摆了满汉全席，就看你有没有胆量进去就吃。你进去就吃的人你就吃饱了。你说哎呀，你东怕西怕前怕后怕，那你就饿着肚子。你进去感知，说明你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你证明你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家族的家人。所以我们要信，当我们信的时候，就是这个电源一样，这电脑本身在插座里边已经有了，我们一信就是咔嚓一插插座，你的灯光就可以亮，麦克风就可以发声，手机就可以充电。这就是我们这个信，而且有一个只要就必的信。只要有这样的信，我们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看一下那个迦南的妇女啊，她的女儿附魔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她一再的求耶稣说，她是个克拿汉人，非犹太人，这时候她求耶稣说，医好我的女儿吧。耶稣不搭理她。第二次她又说，哎呀，医好吧，医好我的女儿吧。门徒也在求情，耶稣还是不搭理他。耶稣说，我只是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个克拿汉人不管我的事，不搭理他。第三次呢，这个妇女又来叩拜说，主啊，援助我吧。耶稣说了一句更难听的话，说那女儿的病给狗吃是不对的，给小狗吃是不对的。哎呀，这是第四次，他又说，这个妇女又来了，说是啊，主啊，可是小狗也是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呀。耶稣的意思说，天主的恩典是给犹太人的，不能给这些外邦人的。他说啊，耶稣把这个外邦人比作小狗，当时犹太人都这么说的。他说，我虽然是小狗，但也可以吃你们主人犹太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呀、碎渣呀，也可以得到你天主的一些小恩惠吧。耶稣怎么说？你怎么这么死皮赖脸？没这样说。耶稣也没有说你怎么这么样的脸皮厚，耶稣也没有说你怎么这样子的缠木头，没有。而耶稣说，妇人啊，你的信德真大呀。哎呀，耶稣说，你的信德真大呀，如同一个大坝一样，水流来了咔挡住，第二次水流来了挡得更高，第三次水流来了挡得更高，第四次水流来了
达到更高了，然后一泄洪，咔，可以发电了。耶稣一次、二次、三次、四次都不给他应允，他是什么意思？增加他的性格。所以要有性格，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还有圣经上有一个叫做百夫长啊，这个百夫长的话呢，他有一个仆人，百夫长就是管一百人的这个当官的。那么他是一个罗马人，不是犹太人，他有一个仆人啊，他很喜欢那个仆人生病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让耶稣呢医好他的仆人。耶稣啊就去了，路上走的时候，他就派人说，哎呀，主啊，不必你到我舍下来，我不配你到我舍下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的。就是耶稣啊，你来个远程医治，就是不用到现场，遥控医治就可以了，远程医治就可以了，不用你亲自到我家里来，我不配。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以色列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信德。那么圣经上中文圣经，耶稣一听这话就佩服他，用了个佩服。英文圣经用了个 amazed， 意思就是惊讶。哇，耶稣基督天主之子对他的信德都感觉到惊讶了。所以最后呢，耶稣基督医好了他的仆人。所以这也是信德。还有一个事例，就是要治好一个附哑巴魔鬼的一个儿童。他的父亲说，魔鬼屡次把他拖到火里或者水里要害死他，但是呢，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我们听一下这个父亲说的话，你若能做什么？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你若能，那不是对天主的怀疑吗？他创造这世界，创造这个宇宙，他什么都能，一句话可以创造这个宇宙。他能不能治好你儿子的这个魔鬼驱逐出去呢？能。关键的问题是你信不信，不是耶稣能不能，而是你信不信。这个人说啊，这父亲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一再的强调信德非常重要。耶稣医治病人的都问你信不信，这些人回答说信，哎，医好了。这个信如此的重要，这个信从何而来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啊信就有呢？信德不是自信，你自信满满你也不见得有奇迹发生。信德是超信之德，我们教会说的信德、望德、爱德是超性，超越我们人的本性的，不是我们自己想有就有的，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请求耶稣增加我们的信德，补助我们的信德。我们的信德不够的时候，要求耶稣赏赐我们的信德。所以这个父亲的榜样很好，他说，请你增加我的不信吧，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所以耶稣基督每一次献奇迹的时候都问信不信，他大有能力，他的能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了。虽然他没有千军万马，虽然他没有武器，没有原子弹，但他现在奇迹，包括现在有原子弹的人能制造出来的人，你能让一个死人复活吗？你都不能。能制造原子弹的人，制造航空母舰的人，你能够让一个人身上这个病立马退了吗？也不吃药，也没有中药，也没西药，你不能。耶稣的大能是因为他是天主之子，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他的大能，就看我们信不信。怎么样才有这个信？求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信。阿门。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又同真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他在搬去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既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迸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体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全能的天主父愿意所有的人获得救恩并认识真理，我们恳切向他祈祷。请为我们的圣教会祈祷，求主派遣圣神引导教会，使教会远远保持对天主的忠贞。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服务于祭坛的圣职人员祈祷，求主使他们常热忱地维护你的感恩圣事，向你献上纯洁的祭品。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恳求仁慈的天主怜悯我们，医治好我们的神性困苦，全心归向基督。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所有家庭祈祷，求主保护他们都能各守伦常，父慈子孝，夫妻相爱，兄友弟恭。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天主，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求你大发慈悲，福听你教父的祈祷，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愿受赞美。就是这样的心。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允受赞美。上主，君喜酒，我最近就出了酒。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万善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的天主，你创造了这些饼酒，因为供给我们饮食，以维持现世的生命。求你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获取永生的圣事。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他借着逾越奥基完成了神乐的工程，他使我们摆脱罪恶和死亡的枷锁，而分享他的光荣，得成为特选的民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邦国，得救的子民。你召教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我们要到处承扬你的德能。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定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的礼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使，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忠君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便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愿意我们参与盛宴，分享了同一个饼，同一个爵，求你使我们共在同一基督内结合为一，为世界的得救共同努力。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地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